拿起来吐，不是素那一定要二吗？不一定，但是它可以让你收到比较快，就二的大，素那不一定。我们先撞一波，再撞另外一波。那收剑会比较慢。我自己这一套没有装素那啦，对。素那拿刀的，假如有多的攻击珠可以塞吗？塞啊。可是我在想，达人珠要换可以换攻击吗？你苏纳珠可以换攻击啊，没我没苏纳哎，我苏纳珠本来就是为了替代那个攻击珠的。好啦，塞攻击珠啊，塞啊，先上个厕所。好，我觉得听起来刚刚你妈不是说很急要上厕所？我也要，超大声的，哇哥啊！那看破已经看破七哦，谁我吗？看破高一点好啊，因为他已经满了、啊。你有100%会行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砍到落点上面有100%就好了。嗯。强化。克制强化，防回，我也回来了。大剑回血真的会比较爽，因为一次回击会大很大条，打的趴数高啊，那个打的伤害高。回血跟攻击吗？嗯，不一定看你哦。我是克制彗星跟回血。哦，我会心是因为还蛮够的。可是我做两把、啊，没有，我做三把，我做三把，太多啦。一个攻击，一个回血，一个会心，一个会心，然后另外一把是一个会心，一个回血。我只克制回复而已。算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反正那个东西好了，走吧。走，等下我知道。哎呦，走起。敲他，看波七正常，我知道啊。所以我想，就是攻击跟看破取舍啊，看破啊，啊丢包，被丢了，哎呀，还抱救我，捡毛啦，哎呀，还在那边走哎、欸。点不给面子，面子也掉。Hello， 我的调查报告呢？打并没有调查报告、啊。一个礼拜寒服完就过年，过完年就开学，啊、也是呢。韩服啊，好久不见的。韩服啊，还想打韩服啊？还想打、啊？闪爪那个敌的声音很那个很尖锐。不然，是灭尽的，说错了。防大，很会吹哦。他过来的，那个是怕啦，没有，我看到有人在那边真虚。为什么你是拿大锤？大敌，大锤，他大敌，大敌。好啦，准备。没有，我就不是辅助啊，我是来敲吼的。哎、欸，哦，750，好爽！哇，好爽，被电了。好爽，被电了！我好浪费，我这里直接吃一个密钥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哦，我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大哥，我麻了！熊呆被电死了！哇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
他被我打趴嘞！那雷电还会照样下来啊！哎、欸，不是看我吧？哎呦 ！Hello Hello。哦吼，飞高高！捧小力一点，拜托！给我倒啊！我不跳了。啊哈！我也麻了。敌了敌了，我先敌了。啊哈！哎，烟筒都给你了。爆酬金，爆酬金，试一下爆酬金。那是我的爆酬金啊！试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是怎么感觉？有一点小，有点大小，不是觉得有点小？是小吗？大吧。嗯，我觉得是大哎、欸。我靠！那你们怎么砍啊？是砍一下就躲了吗？差不多。打他只能砍一下就躲啊，不然就只能预判了、啊。我那一套数九配拔刀啊，所以就是拔刀拔刀砍、哦、拔刀砍。我用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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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熊仔！再见啦！这游戏叫什么？还想要降猪啊？猫车游戏。我要换武器了。这游戏叫哎呀我的猫。哎呀我的猫啊！哎呀，骑到了笛子，笛子很好骑啊，讲真的。哎呀，七成之高、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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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哦、oh, oh, ，哎呦，那吹笛！哎，放出重点。嗯。哦。明明就是在踢你，为什么是在踢我？可是我觉得他小小只的呢。真的假的？我看感觉他蛮大的。哦哟，哦，牙派哦！哦哟，哦，酱油膏的位置，各位酱猪们注意点啊！各位他走，他走好奇怪的方向啊！可以啊，正常，没有这里没有打死他。那他会走回来，他会走，他快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会自己走回来。好，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要回来被我打头了没？我预备好姿势了。没帮你。哦。那我敲到了。放倒他！哎呀，放倒了，放倒了，放倒了。他只是晕而已，没倒啊。晃了一下。哎呀哎呀！我转身可以穿诶、欸，我怎么没穿啊？不知道。哦。啊！导游哥。倒了倒了倒了！哇！哎、欸，站在旁边打砍不到他，你认真。807，还想跑？好可怕啊！HD， 嘿，你那个鼠姐大剑砍他的头，真蓄大概是多少啊？真蓄哦，哇，应该有应该没有1000，应该是8900那边。哇，我猜，金币高啊，
因为你普通的蓄力到三的话，就大概六百啦，六七百。怎么飘飞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左右两千，我是左右两千。哦，我的比较慢。啊哈哈！都飞了，都飞了，他的比较强。我有两件。对啊，左右左花束左右两件，几按呢、啊？就在这个时刻，谢谢这个颜色，两个污水，天哪！防音珠，哎呀，这只什么都没有，他、哎、连大音都没有、欸，好废啊！对啊，我就说没有很大用哎、欸。灯笼从按下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家的灯突然按下来了，还好电脑完事。只是可能。我的麒麟那么的废。我觉得我调查点数不够了，好吧，算了，不练了。还想练金啊？当然。阿伯说：“没有调查点数，还想练金啊？”我看还有没有场次。啊，大熊二龙残爪。两猫。我没场了。四只。干嘛？可以啊。我不相信你们呢、欸，你们要认真打吗？那就认真打啊！不要给我练刀、哦。拿残，那就拿。我一直，我每一场都很认真，好不好？我拿双刀。还想跳啊？每场都认真到不行，我拿个双刀。之前我去练东西啊，所以我这一直都在练啊，所以那个耗很快。贼弩，贼弩。而且你知道我之前那个直升研究所啊，每出去出来一场，按一下软土，超浪费。我最近是因为有在一直用奖金啊，所以给的比较多呢。啊？暗锁好天气。哎呀！猫的爆头巾。还有树油。吸引仇恨的好手。嗯。跟你说哦。好。妈妈是一个坏老板。坏老板！你们会不会看我的记录档之类的、啊？他只会看麦块。今天的那个，那我就在麦块中间夹插你跳起，说他是个坏老板这样子。这突然，他说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我这个声音怎么这么难听？这是一个呢。对，来喽，好喽。来喽！什么马赛？想要多挑三七五，他说他只要……我在看，我要怎么把快捷键设在跳跃那边比较快。你是想干嘛？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刷大小金了、啊？哎呀，你的攻击度就这样没了呢。我已经不是有打麒麟有啊，没事。打的是比较高那种，我都看破啦、啊。你看，我都穿到看破漆了，怎么看破？看透了啦，看透了，看到都破掉了。哎呀，而且这个麒麟是我累积很久一直不敢刷的、欸。哎呀，痕迹在这里，那么感动呢、欸。我怕我雷奈二十。绝对不会被电死。不要怕，我雷奈十六，我雷奈十六，然后还是一样被打成智障。有点不大。没有，在这里开战比较好。好小只，也不是说好小只。嗯。很难结束，拿准备穿起我的强打兽衣。嗯。爬上去了。你们上面等他。对啊，在这里打开战。啊！传奇转身，强打，凯瑟、啊，哎，还敢跑啊？过来，我有穿，欸、有吸引仇恨。What the fuck？
hey, you the fuck？ 我血马上喷掉是怎样？他就算能量很高也是一样。我有吸引仇恨，快射！哦，我刚吃的饭是那个毛包子，对，然后是肉食大，没有满血。啊，雷电在哪里？亮高，不要照前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调位置，我调位置。他是不是要生气了？狼呢？哦，在那边晕眩。